自己相信好嘅嘢都可以仲會受歡迎。
並職嗱誒，頭先都提到就話誒喺美林體重啊，班底點啊，即係出聲咁樣。但其實又睇翻，其實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呢幾年我哋嗰個本土嘅製作，即係同我哋品牌有關嘅，即係少咗誒，好難夠揾到啲即係題材係可以真係真真正正將我哋本土文化帶出嚟。即係本身我哋本土文化都比較少嘅，即係好多而家誒好多牌啊，即係啲文化就得即係同我哋喺回歸前即係有嗰種嘅嗰種嘅文化係爭啲。就可能好少題材，大家睇落少部分投資者又覺得已經冇數價咁樣。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話本土文化呢個意識咧，覺得反而即正正就係有打壓先至有打壓同埋你嘅危機感，嗰、那個意識先至會俾提你，係咪？以前我哋就身在一個本土文化之中，都唔會有本土呢個字眼出現，都唔會咁被談嘅。事實真係近呢幾年先至會。以前睇周星馳嘅戲，大家係覺得好少嘅入場。啊，我睇你周星馳嘅戲食神，哇，好本土文化，即係你帶咗人入邊食。即係當然可能有一啲真係做文化研究嘅人，可能佢睇完佢會用一種咁樣嘅詮釋。但相反嘅，譬如你睇啲近呢幾年低俗喜劇啊，飛虎出征啊，或者歲月神偷呢啲，即係大部分嘅觀眾去睇嘅時候，都會好自覺地感受到會講翻，哇！即係好有感覺。寫呢啲人越嚟越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喺意識方面其實係做到，即係譬如話，甚至另外一個好中意嘅牌子係 GOD 啦，即係我係非常之欣賞 GOD 呢個旗下嘅商場，即係我當每件產品都係藝術作品嚟睇，即係就係好有信心地話俾人聽呢啲就係香港文化，可以堂而皇之地 present 出嚟俾睇，同馬蘭膠袋舊樓。鐵嘅信箱啊，甚至乎廣東話嘅嗰啲咁樣嘅一個圓形句號，跟住嗰啲咁樣呢啲啦啦嗰啲字，係啊，咁咯。甚至我見到而家深水埗嗰間喇喳麵咧，就正辦個大排檔，咁都攞翻曬嗰啲嘢出嚟。咁我都想問下，即係你自己都係深受呢、這個即係街舞嘅文化所影響，即係你覺得喺呢度係即係佢帶出嗰個信息係？即係會俾年輕人咧，好似今日你咁大學都開始帶入，係啊，即係俾佢做啦。係，係啊，等先，大家好啊，我係呢套戲裏面其中一位演員，我係奶茶，大家我同大家打少少呼先。嗨，嗨，係啊，大家好啊。咁其實啱啱老師所問嘅問題，其實係咁啱啱想講翻我哋今日最振奮嘅一件事啦，就係、是。理工大學呢一個跳舞嘅地方咧，亦都係我啱啱翻嚟香港，我都會去練舞嘅地方，就係喺 Seven 門口啦。咁就一個走廊嚟嘅啫。咁呢一個本身呢個地方，即係貼咗一張字條，係寫住即係有個 B boy 倒轉咗嘅一個姿勢啦。但就係有一劃喺中間嘅，就不准舞蹈，即係 any dance 呢個姿勢嗰度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 ignore 了曬，人都係繼續喺嗰度跳舞嘅。咁但係都屬於一個係違反咗理工大學規條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今日喺蘋果新聞啦，其實就好振奮嘅 A Core 版啦，咁就出咗一個標誌咗信封版出嚟嘅。我有咁咧就係、是、理大解禁。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狂舞派啦，不積極咁樣樣導演啦、監製都一齊宣傳。就是理大解禁准校外跳街舞啦，咁呢件事咧，我覺得係最亢奮嘅一直以嚟，因為呢件事其實係導演就係頭先都有提過，拍呢一部電影得到嘅靈感都係因為喺理大度見到一班咁熱血嘅青年跳舞啦。咁到今日狂舞派成個景象、成個現象嚟 inspire 到學校都批准翻街舞可以喺理工大學度進行，而稍後都會安排可能有鏡嘅地方俾我哋練舞。咁呢件事係。我覺得拍完呢部電影最開心嘅，因為其實因為作於喺香港，可能自己少少背景先啦。咁我本身係加拿大翻嚟嘅，咁但係翻到嚟香港跳舞，我覺得個風氣係真係好唔一樣嘅，因為香港容許嘅地方唔多。咁我哋喺加拿大度，可能喺真係喺商場跳舞都冇人趕我哋走嘅，即係好 welcome 嘅。你話俾人聽喺加拿大，你話俾人聽 I'm a dancer， 跟住啲人就會話 Oh that's dope， that's real dope， that's beautiful。
香港你話俾人聽，我係 dancer 嚟嘅，係咩？你去日本幾多啊？係啊，第一句通常坐的士嗰啲的士司機都係咁問嘅，都通常都係你跳舞㗎，咁夠唔夠食啊？揾唔揾到你媽唔反對有咩反對？邊個即都好少係媽媽爸爸會支持嘅，但係所以我覺得風氣已經好唔一樣啦。咁到到拍有幸拍呢一套《黃毛派》嘅時候，已經覺得咦都好喎、啊，因為我跳 locking， 有冇人知道 locking 係乜？我哋呢度有一位台灣著名 locker 鄭美老師，今日我帶咗一位朋友嚟，佢係台灣其中一位最出色嘅 locker， 咁街舞啦，我跳街舞嘅，咁舞者在香港揾食可能更加困難啦，因為始終舞種跳的人不多。咁到到我哋拍呢一部電影嘅時候，其實好開心，街舞呢一個舞種啦，可以同到另外一啲舞種 jam 埋一齊，可以搬上大銀幕度。咁老實講，其實感覺都好感動嘅，因為喺裏邊其實而家不乏一啲年再比我年青嘅小妹妹、小弟弟係會走埋嚟同我講，我想跟你學 locking， 係啦，我想跟你學，你都要搞堂，咁就多進學啦，多進跳，同埋可能成個熱潮之後，我自己眼見係，我覺得係多咗人跳舞嘅，真嘅，即係我最近見到係多翻人跳舞，咁所以係咯，真係好感動，拍咗呢部電影，係啦，多謝大家。我自己都係喺港產電台，即係八九十年代，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好威，點解咧？我哋啲歌星啊，我啲表演全部即係輸咗佢哋，即係賣片花都會使兩兩年，好似就希望有錢翻嚟投資拍嘅片，戲院就最好都係家裏邊，即係成個新界戲院都係送埋咗我哋家。咁即係點解咧？嗱，調翻轉頭，我哋啲片以前買到韓國，即係全部都。即係好巴閉，但係而家地方轉頭，韓國嘅電影、日本嘅電影，全所有嘅嘢咧係輸出，即係唔係再輸入。但我哋香港啊，調翻轉頭，即係相信你問監製啊、導演啊，即係我哋即係衰喺邊度咧？好多人都講話我哋爛片啦，八九十年代有好多，但係即係爛片咧，我哋真係個幾年都有好多好用心嘅情況，但點解都打唔翻上嚟？即係與其話話香港而家即係作品點衰點衰？咁不如話以前大好啊，因為以前即係我諗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其實各個地方即係東南亞為主啦，各個地方佢個即係個影藝、演藝嗰時或者電影嘅工業咧，係未開始起飛，甚至未開始成形嘅。但係站喺商業面嗰個範疇嚟講咧，香港電影喺東南亞的而且確係受惠一截。咁但係隨住即係科技嚟進步啦，咁喺我哋周邊地方咧，其實開始每個地方都出現咗自己本土嘅電影，咁而好多人都會除咗睇荷里活片，都會參加本土電影，咁相對嚟講，好似香港電影就會比較弱勢啦，即係比較冇以前外發賣咁多錢啊，咁容易去到外頭。我諗呢一個即係必然嘅結果嚟嘅呢個係，咁但係係咪代表話香港電影即係冇生機咧？咁我覺得唔係嘅，因為我覺得最終最後電影係一個即係國際語言嚟嘅，任何人都可以即係睇到唔同地方嘅。咁我成日同人講咧，香港係一個福地嚟嘅，即係電影，尤其是無論係睇電影或者做電影，我都係個福地。咁先講睇電影先啦。香港係冇配額制度嘅，唔會好似某一地區，譬如我哋鄰近韓國地區咁。韓國喺早十幾年前，即係十幾即係恐怖之後咧，就有配額制嘅。即係要規定，韓國戲院有一定嘅銀幕係一定要播，或者一定嘅場數係要播翻本土嘅電影。香港係從來冇呢啲嘢嘅。咁你話咦？咁咪保障唔到香港電影？唔係，我覺得就係正正係咁樣。所以全世界嘅電影，我唔理佢係印度嚟啊，定係美國，定係日本，定係非洲嚟都好，都可以喺香港呢個絕對即係自由嘅地方度流通。咁就變相我哋香港人，即係我講我自己先啦。我最睇即係中意睇唔同地方嘅戲，即係最偏僻。即係如果電影節做一啲好奇怪嘅地方，即係完全聽嗰啲，我都想去睇下。喺香港你可以睇到係可以好容易，香港戲院又多啦嚇。
可以很容易看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電影，這個第一樣嘢。做電影方面，我覺得最珍貴的一樣嘢，就是創作人最珍貴的就是創作自由。到目前為止，我都仍然相信，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你要做文化創作是自由的。當然我不會否認呢個地方開始會有人就自我審查，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仍然無論你是從事邊一方面創作，我覺得仍然是相對嚟講係比較自由。咁呢個接收開放嘅即係資訊流通嘅地方，我又開始有創作。我覺得呢個就係已經係香港，即係比起某部分地方或者地區係幸福嘅地方嚟㗎啦。咁至於我哋即係啲叫可能真係就叫人哋成日所講嘅所有人生價值，我諗我哋保存住呢啲價值去繼續喺電影或者其他文化產業努力咧，我哋仍然會見到即係有重新發光發熱嘅一日。都不是只是電影衰退，整個潮流其實由生活歸之後都是一路走下坡，無論電影啊、流行文化，以前我們是我們以前是一個大頭的亞洲地區，但是真的近這十幾年就慢慢衰退，所以都不是只是電影的問題，是各樣的。我不知道，我覺得很多因素影響嘅，我哋創作空間，但係即係創作嘅人係咪會即係少咗咧？即係你睇電影嘅嗰個製作師同埋編劇啊，即係導演啊，即係過往到而家都大部分都係呢個就咁都係跟翻師傅個同編劇咧。近呢幾年有就好啲啦，多咗你哋呢啲新即係考慮，即係會唔會都係有關係啦？我如果真係講個人感受咧，我覺得即係唔好講電影，我講翻即係香港嘅，即係係咪嗰套係來自新聞？全部係，全部都係啦。我全部都係啊，係咪？我全部新聞全部係咁講新聞喎。咁我覺得即係近年來，因為我係一個創作人啦，咁我做好多工作嘅，我寫歌詞啦，即係做過唱片公司，咁我又做電影，我又做過電台。其實我覺得而家同我以前感受嗰個最大分別係，我諗而家要有勇氣好難，因為大家好激興，即係開始有開始大家有啲恐懼。但我想話嗰啲恐懼咧，有時咧都未必係真係嚟自即係權力，可能係真係自己嚇自己。未去到我諗香港，即係相對香港，即係有時而家今日嘅世界資訊咁發達。在個地球呢一點發生的事，可能是幾十秒鐘或者一鐘頭後就可以透過 Facebook 啊、Twitter 傳遍全世界的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幾安全的呢個地方。你諗下，如果真係講緊話，頭先我講即係比較在某一啲國度非洲啊、南美啊或者東南亞的國度，佢哋有好多更加多專制或者對創作人或者對於新聞傳播有更多限制自由的地方，我們其實香港未去到這一步，或者我都未有去到這一步。不過大家已經開始即係開始恐懼驚。咁如果我用即係用翻電影咧，就係、是我唔否認啊，即係我唔否認，甚至我認我接 confess， 有時即係做嘅時候，就算我再心清，去到某啲位都會突然間你問依係咪真係得㗎？是不是真的沒事的？咁當然最後我都知道，即係心清嘅時候就應該唔會理呢啲事。我最後都會說服自己唔會理呢啲事。咁但係我相信，而家每一個喺傳媒工作嘅人，或者從事藝術文化創作嘅人，佢都會有呢啲，即係都會唔多唔少都會有呢啲咁嘅即係考慮咯。咁而我覺得勇氣就係即係要突破呢啲障礙嘅一個即係關鍵詞嚟嘅。我相信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無論，將呢個勇氣落實喺即係香港嘅生活每一個細節上邊，我相信有一啲改變咧，係從係每一個人只要有微小嘅改變，就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啦。咁我覺得呢個改變可能由我哋自己或者由大家從身邊開始，可能就係勇敢啲啦，唔好驚咁簡單啫。我
我都想問一下奶茶，即係你本身即係舞蹈都有你嘅創意啦。做咗演員咧，就導演同監製都話事啊嘛。咁你喺中間裏邊，你點樣即係揾到一個中間人出嚟咧？即係係啊，同埋即係創作，譬如你而家後生嚟講，你哋都好多啊。即係除咗個張君玲話你少創作咁之外，其實我哋人都有好多創作。你中間你點樣揾到中間人出嚟咧？其實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是、其實喺《唐伯虎》裏邊，電影導演同監製係俾咗好大嘅自由空間俾我哋多位演員。因為其實導演由第一識我哋都知道我哋係 dancer， 我哋並唔係演員啦。咁其實我諗 Booba 裏邊呢個 team， 我相信我哋全部人都係第一次做戲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situation 上邊，導演理解到我哋如果係俾一個唔啱我哋個角色俾我哋去揣摩咧，有啲困難。咁我講一講個 story 就係點咧？咁喺我哋初初彩排，可能導演我呢、這個導演唔知記唔記得，喺我哋初初彩排頭兩三日啦，咁咧導演就成日默默咁樣嚟到我哋嘅彩排度坐埋一邊啦。咁初初都唔知道導演做緊乜嘅喎，我哋就覺得導演成日睇住我哋跳係咪真係嚇，覺得我哋彩排嘅進度唔係好掂啊定點啦？咁結果咧就三日到咯，兩三次之後啦，導演就突然間入嚟同我哋 briefing 啦，即係講個劇本，終於話俾我哋聽個劇本係點啊，修改咗啲乜啦。因為之前都好急嘅，哇！我哋仲未有台詞，仲未有剩，我哋好急。咁導演終於突然間坐喺度同你講：嗱，其實咧，你成班咧就唔係專業演員嚟嘅，咁咧不如咁啦，你哋就做翻最似你哋角色嘅嘢。咁導演咧就用咗三日時間，大概三日時間到啦，去揣摩我哋嘅性格。揣摩我哋嘅性格，非常之細心添。咁有啲嘢連我覺得好感動嘅呢一個，其實都冇講過俾導演聽，因為其實係真係冇乜人知嘅，就都淨係得我同 Lockman 同埋紅媽都知。其實咧就點講咧？喺 Booba 裏邊，其實我哋大家喺行內都認識嘅，舞蹈行內認識嘅。咁但係冇乜點樣合作過咯。咁但係而其實呢一樣嘢，落導演同監製都唔知嘅。其實我本身同電影裏面的 Day 花和電影裏面的熊貓認識得的，但是其實之前的關係不是好的，是的是的。但是這部電影呢帶給我們的是一個很大的友誼，就是因為這部電影得講得緊。因為以前在香港，我剛回來香港的時候，加拿大回來，可能自己講嘢啊做事的方法跟香港不太一樣，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同埋可能一翻到嚟又自己始終會喺一啲點樣咧，輩份上面嘅嘢可能唔係好一樣，因為外國冇乜呢啲嘢 ，respect 就 respect 噶啦，你哋幾多歲好？嗰條片嚇 ，Instagram 嗰個拍片好快可以剪到嚇，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拍片，你想做一個作者，即係你話頭先老師話你哋好多人想做導演。即係你唔係一定話要加入電影工業啊嘛，係咪？你想作為一個導演拍一套係有你自己嘅説話，或者你自己嘅嘢想表達嘅一個片嘅時候，我覺得你咪就去拍咯，係咪？唔好一定要即係正如 Lily 頭先所講，你喺香港你話我中意跳舞，跟住第二句即係啲人就會同你講：喂，你點食飯？點樣拍片一定要諗食飯嘅，係咪？你問我。即係我以前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俾啲 suggestion 只會好似好唔現實，但係而家我就可以好現實同你講，如果你想拍片嘅，你咪拍咯，你咪用你而家好簡單的方法拍咯。咁你話揾食嗰個問題，你咪自己搞掂你自己揾食嘅地方咯。點知你做啲咩？你可以同你嘅專長同拍片有關。譬如我好多我自己教學生有好多就做電影嘅 making of 啦，拍婚紗啦，去啲 studio 嗰度做啦，又或者完全無關，係咪都得㗎？我自己咧就做好多呢啲，成日做呢啲即係短片比賽啲評判，咁啊成日會同呢啲人傾偈，咁即係各方面嘅人都有喎。有啲做警察嘅真係，係啊，做警察，咁啊自己中意拍嘢，咁咪係啊，咪公餘嘅時間咪自己拍嘢咯。跟住佢喺個警察嗰、那個即係嗰啲叫做咩？嗰啲 club 嗰度咧，整咗個 video 嘅部門咁樣，但係又拍片。
即係唔好一定要咁快就去諗同揾食啩。你冇理由即係一出嚟畢業你就話即係我想做大導演拍大片啊！咁你咪拍自己嘅片擺上 YouTube， 擺上 Facebook 去參加 IMBA， 參加先學潮，係咪？咁如果你原來你嘅 talent 係有被發掘得到嘅，你真係有一種才能，咁你自然我覺得你就可能會有條路可以摸到出嚟。咁同埋有啲嘢仲要講際遇嘅，啊唔係話個個都係咪希恩嘅嘛？咁所以你咪我總之我而家對估咧，即係我而家嘅 tips 就係話四年咁，我四年我有其他嘢做嘅嘛，我真係四年等航母派開飯啊，就即係踎咗街好耐啦，係咪？如果我真係要等航母派嚟開飯，我就唔會拍航母派啦。啊，所以就我咁諗，不如我拍呢套戲，我唔係諗開飯嘅。咁但我要解決我自己開飯嘅問題，咁可能我好彩啦，即係我有我嘅一啲嘅工作，我教書啦，咁我同即係監製又有一間公司叫牧師電話，就會久唔久會接到一啲 job 嚟到去做啦。即係用你嘅方法，我覺得如果你連基本嘅本身嘅嘢都搞唔掂咧，你就唔好講拍片啦，因為拍片需要一種能力，我哋拍片嘅人需要一種能力，而你有得拍片嘅能力咧，你應該有一個能力。搞掂自己基本嘅衞生。如果你要大富大貴嘅，咁當然我都講啦，係咪啊？咁啊唔夾拍面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中意拍面嘅，你咪去拍面。你與此同時用你自己可行嘅方法去搞掂自己嘅生活，呢個就係我嘅 suggestion。監製咧，我又覺得真係係咁容易嘅。即係頭先啊，導演講嗰樣嘢，即係話。咁而家香港生活真係，即係要揾到食，有一份工揾到食之餘，仲要有空閒時間，嚟到拍片咧，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咁但係導演又講得好啱，今時今日嘅器材咧，就真係太方便啦。即係再早啲幾年咧，仲話拍片之後唔知點算咧。即係而家我講拍啦，又拍到你做 recording， 即係錄音做聲效，甚至而家屋企做埋 grading。甚至做完之後，出面有無數咁多個平台，無數比賽，俾你去展示自己嘅作品，我又真係易好多。咁咧，至於個時間嗰個問題，我真係覺得而家香港人做嘢越嚟越辛苦嘅，所以佔用嘅份工佔用時間係越嚟越多嘅。咁但係咧，時間真係擠出嚟，即係我係相信，如果你真係真心中意一件事，即係好似佢哋中意跳舞咁樣，有多人跳舞都唔係全職嘅。即係有多人跳舞，佢係要附帶其他嘢嘅，即係可能佢係有一份工，或者本身佢係教跳舞，佢係做即係 dancer， 好多好多嘢。咁但係佢哋真係咧可以有一樣嘢，跳舞呢一樣嘢令到佢哋每一朝即係起身第一件事就係諗住跳舞，逼巴士啦，諗住跳舞，邊個諗住跳舞？當如果你去到愛呢一樣嘢，愛到呢個程度，就好似愛你最中意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嘅時候，我相信你一定接到時間去做呢樣嘢咯。有冇補充下，阿仔？其實導演監製講曬，不過用一個 dancer artist 嘅 point of view 嚟講，就係、是、其實我自己一開始跳舞都冇諗過要嚟揾食噶。咁係點解會突然間加拿大翻嚟香港用跳舞揾食？其實純粹都係因為有一次病得好嚴重，豬流感有冇聽過啊？有咧。我是患過豬流感，完全康復啊，唔使驚。咁但係嗰陣時係犀利到係即刻第二日轉咗急性肺炎，跟住個肺功能得翻兩成，死得㗎啦其實。所以先至會吊鹽水跳舞啫嘛，係啦。咁但係嗰一刻我就真係覺得一個人留院嘅時候，即係我臨死嗰一刻，我都淨係諗住爸爸媽媽同埋表演。咁我覺得我真係應該。闖一闖啦，咁我就毅然咁樣樣抌低曬加拿大工作。我本身唔係以跳舞為生嘅，我加拿大畢咗業，我有做正常工作嘅，即係 office 啊，office job office lady 我做過嘅 OL。咁啊，想象唔到咧，呢個樣係啊，但我做過 office lady 嘅。咁但係後屘經過嗰件事之後，我真係覺得哇，其實係應該趁年青仲有空間嘅時候。做呢啲嘢，咁翻到嚟調翻轉啦，同 Samuel 導演
講一樣，其實我翻到嚟一開始就好擔心，我想跳舞，咁但係跳舞都要食飯㗎，咁點算咧？有一段時間翻到嚟人物唔係好好嘅時候，我都係去到可以講公司名嘅，冇所謂講呢度，即係我都會去 IT 度打工咯。但係因為我唔想要啲咁困身嘅工作啊嘛，即係。有冇喺 IT 做嘅嘢嘅？唔好意思，即係你都試過啦，即係或者做任何報紙嘅，即係你都知呢啲工其實係要 quit 係兩日 notice 就夠㗎啦嘛，係啦，咁呢啲咪唔困身咯，同埋即係可以射下波做下 show 咁得啦嘛，咁真係㗎，即係特登咁冇辦法㗎，你唔可以話啊，因為我係跳舞老師，我要面子，我唔可以去 IT 度企喺度做 sales， 我又冇啲咁樣嘅包袱，我就為咗我想繼續跳舞，但係我又要揾到飯食喎，咁我咪繼續咯。咁慢慢留低香港時間耐啲啦，咁咪可以識得多啲人，可能慢慢就教跳舞啦，稍微穩定啲啦。咁但係又會去或者開始排舞做 show 越嚟多，但係又會有少少樽頸位嘅。因為有陣時啲人入邊要開工咧，就個樂趣就唔係樂趣咯，因為係開工啊嘛，係啦，即係呢個唔係我創作緊嘅嘢，出嚟係我嘔緊好多嘢出嚟，精神上啊、idea 上啊或者能力上不停咁樣 push， 咁所以話調翻轉我同啲學生去比賽或者排一啲成果戰咁樣，嗰陣時我就會好開心。因為那些是工作以外的事情，有時候就算到你真的用到你最喜歡的人來找飯吃，你都有個取捨在那裡，其實不過就是直接跟 Savvy 說的一樣，我很久以前已經跟人說我跟 Locky 是結了婚的了，即是我是覺得我任何時間我都抽到時間出來去練習和去想這方面的事，當然現在多了我試過做戲，我覺得做戲好好玩，我又會多一點想想，即是花心的即開始想得閒又想想，是的，那時有哪方面可以再做得好一點呢，又或者在第二些演藝方式，即是演藝方向上面，我都會想想，有時那些人究竟做 DJ 是怎樣的，其實到你愛的那樣東西你就會想去知道，想去做，而時間其實是可能看少一集衝上雲霄又在那裡是的，是的，就是這樣，我覺得沒錯，香港人真的做得很辛苦，但辛苦極，即除非你真的去到要即一天做12小時，但是很少，即你去到這麼這麼慘就沒得說，可以有很多慘的情況，我想你很辛苦你都會不唱 K 的，你很辛苦你都會看衝上雲霄或者去吃放題之類之類，那如果你真的拍片，你不要去吃放題，不要唱 K 和不要看衝上雲霄，而去落劇本拍，是不是？而拍片的方式有很多種，你看思路夾帶那些片是不是很好看的作品，用不用很輕易就做到的，即我覺得我，所以我有時候我想的不是那麼工業的，即不要嚇嚇人，我要做導演我就一定要成為一個工業的導演，呢條路當然，如果你真係咁諗嘅時候，你慢慢慢慢發覺你可以向住嗰度去走。但係首先你拍片，你話想做導演，你問下你自己中意啲乜先，你擁抱住嗰個創作嗰個靈魂，去揾你自己可以嘅空間，你嚟去發揮咯，係咪？我諗香港人可能都創作方面都仲係比較難執，譬如我講個例子，以前咧我係好中意睇一個日本 NHK 電視台嘅節目。這個節目叫做 Digital Media， 它每個星期就是一個很長壽的節目，不過真的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它都 cut 了，原本以前做了10多年，每個星期做一集，它每一集呢就是會好像讀者投稿、觀眾投稿一樣，來自全國不同的市民呢，喜歡藝術創作、喜歡 Digital Media 的東西，就會投一個短片去這個節目那裡，那每一集呢就選4條出來，這些短片包括一些實驗的短片，包括動畫短片，或者是一些多媒體的創作，每一集有四個一個短片，那就播放完之後呢就會有一個 making of， 即這個節目就負責拍他們的 making of， 跟他們探討究竟你這個創作過程是怎樣怎樣，每一集又會介紹很多這個 digital media 的一些情報，很有意思，每次這些這些作品的哪些人去做的呢，通常很多都是比較上很多是一些年輕人的，即譬如他本身可能是 design school 的同學，或
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做 design 或者做唔知點樣動畫創作，就要空餘時間嘅下邊嘢就係放去呢個節目嗰度嚇。咁但係久唔久咧，就有啲真係，譬如即係一把年紀嘅最犀利嗰個咧，即係個70几岁嘅老人家，佢去拍動畫片，就即係拍。都有，但係香港就即係好難揾到呢啲例子咯。咁當然我都明白嘅，即係成件事日本成個文化好好啦，係退休制度好好啦，係咁即係香港就比較即係為即係生活壓迫，好難去到咁嚇，去到一個咁真係為咗興趣而做嘢嘅一種文化。咁但係我成日就覺得，隨住科技嘅進步，你要知道而家嗰個拍片真係好容易，尤其是即係再講一次，我真係好羨慕而家大家。嗰種真係容易啦嚇，係咯，我有時我都唔知，我幾欣賞一啲人咧，即係譬如我見到有啲人佢哋夾 band， 佢哋唔係一個職業嘅樂隊嚟。你同講我夾 band， 咁人哋係第一樣問你，喂，你究竟你點揾飯食啊？夾 band 揾飯食，我都唔知幾羨慕啲人係原來佢本身係做另一份工嘅，高高低低嘅職業都有嚇，係做工誒 IT 工程師啊，做 accountant 啊，咁啊即係。跟住就可以夾咩？仲要啲音樂玩得好唔錯，即係可以係咁噶嘛。你唔中意玩滑浪風帆，你唔會第一下就諗住去做李麗珊噶嘛？咁咯，即係好似打 Facebook 咁樣，擺啲相上去博 like 嘅嘛。博多啲 like 最好。但其實應該創作係佢自己嘅創作，因為即係我都六多年前玩滑翔，經過嘅話，第一個藝術中心攞獎嘅獎項。用了很多時間去酒店裏面做 waiter， 儲了10几万買部機去拍，即係佢係為咗嗰樣嘢，佢辛苦去做個目標去做。而家你使乜儲10几万先至拍到啫？我見嗰啲 IFB 嗰啲青少年做零 budget， 就係每日放學拍，佢就係每日即係2个星期每日放學都拍。啊，有一個幾年前嘅青少年做拍，就係用佢個學校嘅校園嘅環境同埋幾個同學拍咗套好精彩到不得了嘅鬼片，叫做。夢碎啊！呢、這個同學咧就係話佢佢就嚟要畢業啦，離開呢間學校。咁所以咧，佢為咗要留個紀念，為呢間校園啊，為佢自己即係中學嘅生活留一個住腳。所以咧，佢點樣都要喺畢業同埋考呢個 A level 之前咧，要拍用校園嘅環境同埋身邊同學拍鬼片啊！亦都係講一啲深烤係即係批判教育制度嘅，精彩到不得了，真係零分值，所有嘅場景都係校園。冇乜特技化妝，冇成，全部啲同學啊，啲演出全部就係著校服，冇對白，用音樂玩空間，玩場景，精彩不得了。最後我同郭子健即係導演都係評審啦，當然就睇到拍曬手掌，咁佢最後都攞咗金獎啊！即係好多呢啲例子嘅，你真係做一樣嘢咧，乜嘢可以助到大家嘅？即係好似你接受訪問咁，就係同你個主持堅持。就係10次嗱，我交俾大家咁多，都有問題想問啊，家姐嗰邊啊，不如隨便你哋嘅時間啦。得，嗱啦，其實講乜都得，你問。有啲觀眾直頭有一次陳良唔喺度嘅時候拎住張飛走嚟問我攞簽名啲嘢攞翻嘅男主角，問好我又好喎，即係我一定就如果你答我帶住嘅意識去寫，係咪就係我嘅影子咧？就唔係，嗰撇須都唔係，因為我留須，所以我又加撇須俾佢。咁但係我其實我覺得我每個角色即係呢四個主角咧嚇喺海報上面嘅四個主角，其實都有我嘅部分咯。當我寫佢哋嘅時候。所以好呢、这個係一個比較自然嘅流露，多過帶住一種意識。如果你問我比較上陳良同我自己一啲生活上邊比較直接 relate 嘅係佢反而遇到師傅呢一樣，即係我讀中學嘅時代都遇到一位恩師，不過我唔係爛，即係我唔係我未坐過監啦嚇，我亦都唔係即係暴風少年嚟，我係比較乖嘅。咁但我身邊有一啲真係暴風少年嘅 friend 啊，咁我即係最暴風嘅例子就係我同一個 friend 係試過即係喺牛津道嗰度飲下啤，嗰日做乜鬼傾心事，乜鬼飲啤就中意
玻璃樽，佢真係飲完一嘢，將個啤啤就即係將個玻璃樽掟落條馬路度。Ring 咁啊，架車真係幾乎即係撞到打爆架車。即咁，而我呢啲 friend 咧係真係遇到一位好好嘅老師啊，嚟到而改變咗佢哋。咁呢位老師係教我哋藝術嘅。咁我哋有陣時，而家我哋會 union 都會講翻，如果當初即係唔係遇到老師咧，可能真係我哋而家係古惑仔，即係有啲啦，曳嗰啲啦。咁啊，有啲可能話自己做地盤，即雖然覺得做地盤都唔係啲咩，但係啊，佢會咁樣講。咁但係而家呢啲人都係喺各行嘅界別，多數都係啲藝術創作界、啲 multimedia 啊、啲咁嘅界別都做到幾出色。咁呢一個經驗啊，就有啲似啊陳良曉師傅嘅工作。因為我知道 dancer 咧，即係跳舞咧，係要係根據拍子啊同埋音樂嘅節奏嚟跳啊嘛。再加上電影入面其實有好多指節位，其實呢啲係點樣拍？首先我每隻舞我都要睇佢哋排啦。其實我就係觀察佢哋去，我就係點解成日要坐喺度，一來就觀察到佢哋每個演員每人嘅個性啦。第二亦都係要睇嗰隻舞一路排嘅時候。我有啲咩嘅構思，可能我會同即係阿成，即係我哋嘅排舞老師會去商量啦。咁同我睇到個舞嗰個形態上面一啲重點嚟到去安排一啲鏡頭咯，大致上係咁。但係有其實咧跳舞咧，即係都係好講，有好多我諗真係出到個五六成到嘅啫。即係我對呢啲舞，我覺得個排舞好精彩。但我覺得用最好嘅方法拍佢咧，我同我心目中最理想嗰種拍法咧，其實即係我諗我而家只係出咗嘅時候。好在呢班 dancer 我覺得非常之犀利，同埋排舞老師非常之精彩。雖然可能有位影評人認同啊，星期日評我啊嗰啲可能唔使理佢，但係我係啦，咁即係總有最好嘅即係講啦。咁 anyway 即係。我覺得因為真係好犀利嘅，咁令到即使我覺得有啲設鏡頭設計上面嘅，我未必做到最好嘅可能。我相信佢哋嘅勁，嗰、那個 energy 嗰種光彩都會出到嚟。再加上就係我哋嘅攝影師強力哥鄭少強先生，即係《盜奇風雨》用嘅攝影師，我覺得佢嘅基本功架非常之犀利啊！同埋咧，佢真係一條位加一支 jeep 咧。就控制，即係就可以拍曬好多嘅嘢，可以我哋好多時都要啦。如果拍攝跳舞場面，但係佢最 basic 嗰個 set up 咧，佢可以好多時唔需要我哋去就佢，而佢可以包到我哋一個場面入面嘅好多嘢嚇。咁、所以就亦都好多就強過呢個基本功嘅靈活。即係我成日覺得嗰、那個攝影機上呢個 gym 之後，同埋佢自己嗰個運鏡咧，好似佢隻手嚟嘅。鄭少強係啊《盜奇風雨》用攝影機，近啲十年可能十年，差唔多所有《盜奇風雨》幾耐都用攝影機，所以係我哋好尊敬嘅呢啲。或者可能呢啲嘢都可以講下，你覺得出嚟嗰啲跳舞場或者你拍嘅時候，有冇一啲你覺得同因為係拍電影同你平時拍舞有啲唔同嘅考慮喺入邊？其實有的，因為點講咧？首先啦，電影我哋第一次睇到出咗嚟嗰個效果咧，我諗我哋全部 dancer 都係 out of 我哋嘅 expectations。我哋其實對自己嘅舞蹈同埋阿成嘅舞蹈其實係好有信心。咁但係當時咧，因為我哋知道。我哋係一部機，咁然之後錄咗好幾次，其實我哋都跳咗好多次，咁但係我哋知道嘅，我哋有心理準備嘅，都同埋啊，拍攝期間導演係唔俾我哋睇任何 playback 嘅，係啦，跳舞場面可以，都冇乜點睇到啊，我哋好，我就好乖啦，我一次都冇睇過，係啦，即係都盡量。冇俾我哋睇 playback， 因為原因當時導演嘅原因就係想影響咗我哋最自然嘅表現。係啦，演其實唔俾睇 playback 嘅原因，最主要係講演出嗰方面。演出嗰方面，即
即係演出，即係versus 跳舞。其實我覺得跳舞係需要睇，即係可以睇嘅。咁樣，即係你哋練舞，你都會睇住。係㗎，係㗎。咁到真係畫出咗嚟嗰個效果有咩唔同？我哋會覺得整體上會比起我哋排嘅時候，反而豐富咗。即係反而豐富咗，因為有時有啲嘢我哋睇嘅時候，可能我哋對住塊鏡跳舞啦，我哋睇或者我哋拍嘅時候，我哋自己睇一次 playback 嗰啲練習，都係睇一年嘅啫，即係一個 dimension。咁但係到到拍嘅時候係會喐嘅，係即係有一幕就係講我哋 OCam 阿熊貓跳 popping 嗰一 part， 係啦，因為我哋譬如排舞嘅人就最基本嘅一定要有 dimension 啦。一定要有 Y 啦，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直線，全部一定會出嘅。咁呢一 part 就正正我哋係排一個圓形嘅，咁我哋幾個 dancer 就圍住，咁阿熊貓咧就不停追住我哋每一個人去跳舞嘅，佢跳嚟到我哋呢度，我要喐一下佢，佢咁樣啦，好得意嘅一個排舞啦，好靚嘅。咁但係到拍攝出嚟，我哋覺得仲犀利啲，因為成件事加埋個 camera 追住咧，就令到我哋嘅立體上面再難睇啲咯，我唔知道我表達得清唔清楚，但係我即係個感覺係好似坐緊過山車咁樣樣嗰一個感覺。即係本身我哋知道圓形，即係我哋正面睇係圓形嘅，但係加埋成個拍攝手法就變咗彎回咁樣樣咯。即係個感覺其實係就更加豐富啲，都冇諗過有啲場面其實都好坦白講啦。咁因為我跳 locking 嘅，咁我跳街舞，咁有啲。可能有一啲舞蹈方面 ，jazz funk， OK， 即系 jazz funk 方面，可能我跳嗰陣時，我真係有啲擔心嘅，我用盡我最大嘅努力，咁但係呢個唔係我專長啊嘛，係啦，但係我好擔心，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可能就係鏡頭顏色啊，等等等等啦，出到嚟，咦，又跳得幾好睇喎，咁樣我自己有少少暗爽咁但係就我覺得係咯，更加豐富，因為其實我哋跳舞嘅眼光同導演監製做開電影嘅睇係好唔同啊，因為我哋見識唔多喺呢方面。咁但係初初都十五十六歲啦，呢場究竟我哋個題即出到嚟係點嘅咧？好驚啊！又有煙又有性又點樣樣咁樣啦，但係出到嚟咦，原來～好犀利，同埋有一個場面啊，我好想講啊，就係天台，即係分開兩，可唔可以講㗎？分開兩個地方，可以，可唔可以講？因為呢個好值得分享，因為就係講到導演啦、監製同埋強哥鄭少強cameraman 強哥嘅功力啦。我哋有一幕喺天台度 battle 嘅，真係天台嚟嘅，我哋拍咗三分一都冇。落傾盆大雨，唔好落雨咁簡單。我哋都等咗成個鐘，睇下佢會唔會收翻細啲，拍唔到。我哋都慌曬啦，即係跳咗一隻舞嘅喎，一隻半啦，就係跳到 jazz funk 嗰度冇啦。咁點算咧？嚇死我！話俾我聽，我哋去蒲巴個籃球場冇拍喎。嚇！我唔知點樣 work 到出嚟嘅件事，你明唔明啊？一個天台同一個室內。用黑布搭嘅景出嚟，但其實我睇咗自己呢部電影總數係九次嘅，我已睇咗。咁九次裏面我到第五次左右，我開始有時間去望下啲背景邊度唔通，我先至開始分到啊呢度係冇拍嘅，呢度唔係冇拍嘅。咁但係其實第一次睇你哋係應該唔知道係分開兩個場景咯。即係呢一個其實導演又同埋我哋好 surprise， 導演好老定。我哋個個都哇死啦落雨點算啊！但係導演係面不改容，超老定啊！真係我哋全部都唔明點解咁老定咧？但係原來佢哋一早就知道喺拍攝手法方面其實係完全難唔到佢哋咯。其實都我係想強哥咯，同埋我想成件事好犀利，即係我唔認為一件咁勁嘅生命體係咪？即係你哋全部人聚集。我理由因為一兩場落雨，即使我打咗折扣嚟，我理由搞唔掂嘅，我理由一定都會唔掂，所以我嘅努力係來自呢樣嘢。同埋其實仲有個插曲，你講啦，
即係咧喺天台嗰度咧落雨啦，咁啊拍唔到啦。咁而嗰個場地我哋又唔可以重，即係唔可以再去呢個場地嘅，因為某啲場地嘅條件嘅關係。咁原本咧，我哋嘅製片組係揾咗另一個室外嘅地方，夜晚係清水灣製片廠嚟嘅，都扮翻呢個天台。咁都 make sense 啫，係咪室外同室外係咪接翻？咁但係結果我哋到到原定要去拍嗰個地方之前都落雨。咁先至我哋係臨時喺而家拍緊，就係話蒲巴，因為拍緊另一場戲嚇，嗰、那個地方咧，即係落雨點算咧？咁我就同強哥講話：，喂，呢度得唔得？呢度拍唔拍到？即係心口在嘅用字同講得唔得？咁啊，強哥望咯，哦，咁都唔得嘅，係啦，就係咁啦。咁跟住就真係，即係呢啲真係香港電影精神啊！我話唔得啦，咁。喺香港電影精神就全部人就即刻開工就行嘢啊鋪布啊咁樣咯，咁啊最後真係一睇個安排就鏡頭底下得啦，係冇都冇問題啊，咁啊就係咁啦，最長即係好多香港好多人外國嘅導演或者外國嘅做電影人嚟到香港，見到香港人拍電影嘅靈活性咧，呢、這個真係～即係都幾真係香港精神，係冇嘢得嘅，即係乜都得。如果換轉可能係，即係換轉呢個喺第二個地方產生咁嘅情況之下，可能最後結局就係冇啊，靠不住咯，要超支咯，或者我哋要死都要去翻呢個地方拍，要超支咯。咁但係香港電影就冇呢啲嘢，咁可以即係回應翻頭先即係嗰個問題。我哋嗰種即係嗰種要即係嗰種要拍電影嘅心情，或者拍電影嗰種靈活性，其實同一個要翻朝九晚五，淨係得半夜三更開檔，係本來禮拜六可以拍，嗰、那個艱難其實係差唔多嘅。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錢，當然我哋有即係有製作費啦，即係當然係一個商業片嘅製作費啦。但係嗰但係需要做，需要有嗰種靈活精神，其實係一樣嘅共通嘅。咁所以呢個就我覺得即係香港電影即係比較優勝。亦都係點解香港嘅電影以前咁生命勃勃嘅，即係活力充滿活力嘅一個地方。咁希望呢一種精神嘅真係長存落去。希望你香港拍電影。我記得有次阿志文佢拿最佳拍檔，佢拿最佳拍檔，但係就係請曬我哋嗰啲生咧，冇人去南非嘅巴士飛來，話呢個係喺尖東飛嘅巴士，如果就小黑，即係佢係小黑阿志文，我覺得佢自己攞到撐住咗。嚇！到嗰啲咁嘅行業，嗰啲心咧，哇咁犀利嘅，即係其實有我哋嗰心嘅，但係剪片啊，點解你咁多好多鏡頭嘅嘛？先你有好嘅，即係聽咩啦？翻嚟嗰集片，剪片都唔易嘅喎。首先講剪片之前，我想補充多少少，即係志偉講嗰種生命力嗰啲，即係我哋咧喺電影聽啲前輩講呢啲故事咧，聽得好多，即係譬如啲咩追飛車追逐嗰啲鏡頭。會申請嘅喺條街度咧，啊，即係譬如一架警車同追嘅賊車，要喺兩架電車前後啱啱穿插嘅千鈎一發之間，警車同賊車咁樣穿過去。譬如拍呢啲，咁原來係唔申請嘅喎，原來就係睇定有兩架服務緊市民嘅電車行到嗰位嘅時候就開車。即係我哋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以前即係離曬譜嘅事例。但講真，我又覺得話翻啦，唔算我哋好靈活，好有生命力。但係其實去到一啲，我覺得時代要進步。呢啲咧，即係譬如話啲咩飛車又唔規矩啊嗰啲咧，我自己就唔係好 buy 嘅。所以我哋拍跳舞其實都好顧大家安全，都唔會揀你，係咯。咁我覺得兩樣嘢都要有一個平衡咯。以前即係聽太多啦，嗰啲即係幾乎唔知點解又死唔去嗰啲人啊咁樣，但係每次次都好彩，過咗㗎啦呢個死唔去。用曬㗎啦，嗰啲甩係啦，我哋要嚴謹啲嘅，我覺得拍片咁啊，同埋健康啲嘅情況咧係成長。咁跟住就係剪片啦。咁多翻嚟，我哋都哇真係好耐啊！真係好耐。呢樣係尤其是即係最難剪，即係跳舞場面，即係剪一個跳舞場面，即係剪好似剪一部戲咁樣，即係好慘。我同另一個剪片師。嗯，哇！一下子都唔知點，係咪
係啦，要國外啦，或者係比較可圈可點嘅一樣嘢就係，尤其是跳舞場面，即係要國外啦。有即係就係頭先講 Roof Topics 嗰場戲啦，即係就係、是、正正就呢場啦 ，Roof Top 呢場 battle， 即係哇最初好長啊，成六七分鐘，跟住當然你第一個 cut 可以長啲好少少，咁跟住慢慢收翻啲，慢慢 train， 慢慢 train 到係十五分鐘，跟住四分鐘啊，跟住真係 train 到盡噶啦，即係覺得中間有啲位咧唔需要直去，用一種 montage 嘅方法將。pieces 好嘅重點咧，用一種 montage 嘅方法將佢剪埋一齊，好似一個時間嘅過渡，而又可以保留翻每一個精彩嘅部分。最後去到咁，大家都以為好圓滿，得啦，剪到咁多啦，都已經好國外嘅，講咗好多嘢噶啦嚇。咁但係都仲係有啲已經 lock 咗片噶啦，已經 lock 咗片，即係我哋 lock 咗片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口嚟，即係你唔好再改啦嚇。你再改就話呢度要多個鏡頭，嗰度要減嘅時候咧，就一牽一發動全身嚇、啊，你聲又要做過啊，你牽涉好多個部門咁樣，已經 lock 曬面噶啦。咁但係有一日咧，呢、這個老闆咧 book 咗打嚟，喂，有位某位導演咧，又睇過你個操節，有啲意見，你改改佢啊。跟住我聽完意見之後，我就冇嘢嘅，即係我係好話改咯。咁大家。發曬老皮，都係超市，超市係一個超市，超市好大我哋嘅。咁我就成日唔想睇一部電影超市。咁但係我都冇辦法啦。咁同埋即係老，即係一路我唔知點解我去到呢啲位，我就信。如果呢個指令係一個老闆下達嘅，邊啲真？係啊，邊啲真啊？咁佢話佢同一位即係導演睇過，都覺得都仲係長。咁所以叫我哋。傾下會唔會再剪？咁我亦都同呢位導演開埋名都唔係就黃晶輝導演。咁咧一齊睇嘅時候，咁我都同意佢嘅意見。咁佢講一個意見就係話：你嗰段咧，你都中間嗰段咧 ，Boomer 跳得太勁啦。事實上嗰段 Boomer 跳得好好睇，所以我就捨得剪走。到點樣短勁，我都將 Boomer 嘅即係一啲零零碎碎好勁嘅片段用 montage 形式剪埋一齊。但佢都仲係覺得你係幾勁呢個官白呢一隊都唔似輸。如果你要講佢最後呢隊冇都要輸嘅時候，冇可能中間咁勁。咁所以到場都係忍痛，即係將好勁，即係都其實講嗰一 part 好勁，嗰 part 呢啲好大功落去跳得好嘅時候，都有啲受傷添。啊，咁就最後都真係忍痛咁指咗佢咯。啊，咁佢就即係嚇，即係發曬火之後都要接受，因為我哋曾經做過，因為改變咧。即係做電影嚟講緊要，即係話你 lock 咗一個 rough cut， 咁然之後咧，所有後期嘅先可以開始做，所有後期嘅包括音樂啊、配音啊、聲效啊、視效啊，全部都係等佢 lock 咗片做。咁所以 lock 咗片，跟住做咗一陣嘢，再我哋叫佢哋叫抽片啊，個行內需要抽片，抽片再剪到擺翻落嚟。其實好多電影都會咁做，講真。咁但係咧就即係。嗰啲功夫就白費啦，或者半白費又要重新做過，咁係好驚過一次，即係因為我哋嗰時已經係定咗係要3月31日，今年30日想做，其實我係好驚過一次。咁但係又係翻返香港嗰、那個即係死都要死都要死掂佢，死都要死掂佢啲六字真言啊嘅精神，所以最後都係要實場抽片搞過。咁而好開心即係正正係啱嘅，即係而家睇翻。即係唯有做到更好，係真係要可以去到好盡。就 DVD 嗰啲 delete 先見啦，我就係好精彩嘅裏面。會唔會話 delete 先係啦？我見過好多好睇嘅嘢，譬如有一個我好中意就係導演有一日俾人失驚無神啦。有一個我哋有一個鏡頭 big boxer 嘅 Mark Gray， 即係用筆口嚟用扮鼓咁樣咧。咁有一日佢沙曬。唔知錢啊，唱完 K 啦，定食完咖喱飯啊，定唔知乜嘢啦，都問得沙啦。你好，我係佢，係跟住拍嘢。咁啊，導演問佢：點解要變波聲？你把聲咁樣，點樣啊？點樣變啊？咁樣都話，其實咧變波聲唔關我事啊。跟住就變咗大人咁樣，勁喎！咁原來真係唔關事喎。
咁佢就解釋原來話 beatbox 咧同個喉嚨係無關，佢用一個口入邊呢個共鳴腔去做一啲呼吸嘅節奏。咁咧令到佢話佢又即係開始講，其實佢有一個心小心願嘅，就係話咧好想教一啲聾啞嘅人士 beatbox， 即係個好人文精神嘅一件事。因為佢覺得如果教識啲聾啞人士 beatbox， 即係平時佢哋唔會用聲音或者用語言去表達自己。咁但係如果你教曉佢哋 beatbox 咧，佢就可以喺語言之外有另外一個 audio 聲音嘅方法表達自己。咁啊導演聽到呢個就覺得哇好感動呢件事，好好嘅件事。咁所以就即刻諗起不如咧嗰、那個呢、這個人入邊嗰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啞嘅人，但係佢係 beatbox。咁但係啞嘅人你最緊要要手語，咁佢就嗰晚就夜晚黑搞電話，聽日拍搞電視係要啊。就要揾一個手語導師，要即場教佢講一啲對白，咁又係發揮一個即係香港人精神，就要嗰晚我哋即刻揾到一個我朋友去即係呢個乜都諗香港人精神，我都諗到嚟㗎，唔好意思，即係唔係我當會有乜都好啦，我諗到第二個藉口，即係好要好即時嘅精神啊！呢個係好即時發揮死都要死掂佢啲六字真言，咁就即刻揾咗個手語嘅導師教嗰個教。High grade 嗰個 beatbox 嘅手語，咁第二日真係拍咗呢一場嘅，咁但係最後可惜因為某一啲即係劇情嘅因素，最後冇辦法即係等唔切佢，呢啲希望可以喺即係 DVD 一啲 DVD 嘅先至會見翻大家。有冇問題？即係用配音唔用聲差啦，即係講緊。好唔係成套戲，首先要專注，唔係成套戲。我哋有好多場，一套夠啦，就50-50啦。有啲場係用咗聲差嘅，咁但係有啲場又真係唔用聲差嘅原因嘅理由就係因為現場嗰個環境係冇可能做到聲差，因為太嘈啦。即係應該係冇可能，即係譬如我啲場口喺理工一啲户外拍，其實四周圍你知紅磡近，即係理工咧近海底隧道咧，同埋火車咧，其實背後係零零分分㗎。咁我哋冇可能喺嗰度做到聲帶，所以一定要即係做到即係配音，就係咁。有冇其他問題？幾時要執啦？如果出年嘅大概呢個時候，我哋已經係籌備緊或者製作中咧，就已經非常之好啦。咁我覺得可能，我希望喺出年嘅時候可以開拍咯，就唔會喺出年面世喺度噶啦。咁因為我哋其實我同監製有另一個故事，有另一個計劃，就係、是、拍一個愛情故事嘅。咁嗰個其實都蓄勢待發噶，即係因為都搞咗好耐噶啦，喺狂舞派之前。咁我哋會拍而家拍完狂舞派啦，我哋會搞呢個叫愛的根源嘅計劃先，跟住翻嚟咧就再拍呢個狂舞派3。多拍咁再拍續集嘅時候，你係堅持用翻移動明星啊，定用翻即係真真正正即係 dancer 嘅去做戲咧？定係翻個新人咧？今日有冇講呢個問題？其實呢排好多問題，因為好多人就嚟問我，即係話你用，不如你用邊個明星啦？不如話你唔好用你質性唔好用邊個明星喎？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因為好重要，你用咗明星成個戲，即係你嗰個諗法都係，一到前下都好新鮮喺度，真係好神往。我會冇，我唔知道，但我咧，就我自己諗法就係我唔會諗呢啲嘢咯，即係我唔會諗用與唔用啊。即係我用與唔用嗰個諗法啫。嗱，有啲人叫我用，叫我唔好用明星。但有個明星話想做，假設唔知邊一個嚇 ，A 明想做。有啲人會話佢做好喎，即係佢有名喎，咁咪客串都好啦。有啲人又話其實佢唔好喎，因為其實佢啲舞種都唔夾，或者甚至話佢啲拍歌緋聞我，所以就冇揾到明星。我 give him a break， 我 give him a break， 即係唔好諗呢啲啦。即係我唔會因為我恨有一個大明星要客串而用。亦都唔會因為嗰個明星，因為某一啲負面，即係有本身而唔用呢個明星。我用與唔用，純粹因為部電影啱，或者某一個角色啱，就唔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宗旨或者有一個牌匾，就係話我一定要全新人，或者我一定要點樣點樣，冇咁樣諗，啱就用啦，唔啱就唔用啦。因為我哋
即係唔好將啲事情上綱上線，即係我哋拍戲做創作，唔係搞政治。我哋唔需要有啲原則嘅嘢，一定唔用，用咗就冇精神，唔會噶嘛。我哋係搞創作啊嘛，係咪咁咯？啊，即係都俾啲空間我哋。我想問下咧，最後我哋做我比賽結束咗完咗啦，咁即係主持出嚟啦，話我哋所以辛苦咁多，但最尾係冇講到嘅。咁個用意係咪就係想通過觀眾自己去想像啦，或者去諗啦，係其中嘅用意係邊個？個用意就係、是。我知道邊堆嘢，咁所以我就其實呢個好，我由寫第一稿嘅時候咧，已經係咁安排嘅，係啦。咁所以我好舒服嘅呢、這個咁樣嘅決定啊。咁我冇反思過會唔係咁，會唔係咁樣去完？你問我邊堆嘢喺創作嘅世界入邊，我唔知道。我有一個反嚟有想法啊嘛，我想問係咪人人都睇咗定有得邊個睇咗？ Okay. 我想問咧，即係我想問下你哋反應係個結局冇揭曉，究竟係 Bloomberg 定係 Rooftop 嘅事情咧，會唔會令你覺得唔愉快嘅？咁咪得咯，咁得啦，咁即係仍然係一個好好嘅結局咁 OK 啦，咁唔好俾，咁唔好揭曉啦。你哋套戲啦，有句 slogan 叫做誒，為咗節目，為咗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啦。咁亦都俾之後俾港大傳媒咁樣抄用咁樣嘅。咁其實我想問，當初呢個 slogan 嘅好嘅 slogan 係點樣構思出嚟嘅咧？原本呢一句就係、是一個對白嚟嘅，咁就原本對白唔係咁嘅，就係、是、Tommy Gunn 即係都唔係英文，中文嚟嘅，就係、是、你有幾中意跳舞？就係、是、Stormy， 即係嗰個截肢嘅舞者問女主角：你有幾中意跳舞？跟住就答答佢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我哋Tommy Gunn 嘅安排嘅時候咧，我哋會將個劇本就即係解釋俾佢聽。咁我哋有一個製片組同事咧，就即係同Tommy， 我唔知係 Tommy 嘅意思定係佢嘅意思啊。總之就 come out， 最後出咗一句咁嘅對白，就係、是、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咁呢一句就出咗嚟啦，咁嗰陣時都未有為了跳舞咧喺度結帳嘅，咁就直到即係翻譯嘅時候咧，我哋要逆字幕，咁就好奇怪地咧，唔知點解逆字幕嗰位朋友咧，佢就冇將啲英文呢個中文，佢就係將呢個英文，咁我唔知係咪因為佢習慣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咧最後咧我哋就要逆啦，咁我就冇根據個劇本就寫翻落去嘅，咁我就覺得應該係即係嗰句應該係一啲比較。好本土，即係好親近啲嘅，即係冇咁字，冇咁書面語嘅一個説法。咁我就將佢哋將個説話就變咗做為咗跳舞嚟開佢嘅幾場。咁就呢一句説話我都估唔到，即係最後我哋有好多即係 slogan 可以揀，但係我覺得呢一句咁就好特別啊咁樣。咁啊到導演去做嗰個 making of， 即係做嗰個 trailer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講可以揾夢想去做幾盡啦，將跳舞嗰個作為一個，即係作為一個象徵，即係跳舞其實可以係任何嘢嘅。咁啊，擺夢想啦，我知道。咁啊，導演就再玩多玩，就喺個字嗰度，即係如果你有睇我哋嗰個 trailer 咧，有個字係會轉嘅，即係由跳舞嗰個轉咗好多嘢，即係轉民主啊、自由啊、中國、香港啊、藝術啊、畫畫啊、唱歌啊，乜都有嘅，最後就轉咗夢想。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好生動，好有趣。咁我覺得即係攞嚟做一個 slogan 同埋出呢啲咁嘅字條咧，會係一個幾得意嘅嘢，同埋都幾係我哋呢套戲即係都幾想講嘅嘢，所以就用咗。即係所以，我覺得從呢件事係帶出，即係我係好想拍呢套戲係有一個好應份嘅時間啊！即係我覺得呢套戲點開咗呢個過程，我哋好充足嘅時間，慢慢去感受件事。我明白，如果唔夠錢，你唔可能話拍好多組，咁呢啲我絕對明白。但係一啲唔使話下下都計住錢嘅部分，其實我係覺得有陣時即係要慢慢去花心機去諗、去度、去沉思，就好似呢句對白咁，其實係翻過好多注啊。某啲係機緣嚟嘅，即係譬如最初喺個劇本嗰度，因為嗰陣時我都未知道會揾呢個截肢者佢嘅國籍係咩嘅。所以就一定係寫住中文先，就只不過係一個 B boy 會話你有幾中意跳舞咁樣。
咁跟住揾咗 Tommy Gans， 最後佢係一個English speaker 嘅時候，咁我哋有同事就應，我都估唔到佢應 How far are you in the global dance， 即係我以為 How much do you love dance， 以為咁，佢真係好好 How far are you in the global dance。咁跟住到再翻字幕嘅時候，又唔會揾翻劇本嗰句，而阿 Savio 就度咗去到幾長，非常地非常有力嘅一句對白。咁但我哋寫完之後都唔懷疑，即係都唔懷疑係咁好。但係就係出咗嚟嘅時候，因為我哋唔係話拍即刻上畫，拍完之後仲會有好多 review screening 啊，睇到好多人寫 blog 啊，寫啲評論，原來好多人就係講呢一句嘢。就喺度代入 How far you really go for XX 咁樣樣，喺度代入嘅時候就覺得咦呢句嘢正喎。咁到我剪 trailer 嘅時候，最初都冇懷疑用呢句，就係因為剪極都剪唔好個 trailer 啊！真係呢句真係好鬼難做嘅，喺promotion上面，你要當喺度跳舞戲咁剪，又驚嚇走其他觀眾；你要佢劇情淨係好劇情咁剪，又冇明星，咁點咧？到最後真係剪咗好多集。有一個 trailer 幾乎過咗都未有呢個 idea， 幾乎擺咗上，已經係擺咗上 YouTube 添啦。跟住真係有陣時真係命運使然，咁啱有個同事打嚟，喂，有一個錯字啊！你個 trailer 有一個錯字，咁我哋好即係我哋好嚴謹，即係一個錯字都唔想要，咁就拎翻落嚟。正正就係因為拎翻落嚟呢段時間期間就係嗰一晚啫，又聽到好多人都仲話對呢個 trailer 唔滿意，話睇完呢個 trailer 好想睇。知你咩片，咁我就真係把即係唔憤氣，點解只有咁多個版本都唔可以整一個好嘅吹啦咧？咁啊，我就同公司啲同事講啦，我係俾咗機會我啦。呢一個吹啦咧，改翻個字，即係打咗個底先啦，係咪？咁就算我改得唔好嘅呢個吹啦，你都可以照用呢個版本改翻啱個字。咁但係俾個機會我試，啊睇下我一個 weekend 之後再整翻嚟。嘅時候可唔可以做到嗰啲？咁我就打心眼將好多嘢就 bring down， 從頭再剪過。咁同埋就真係好決心地，即係諗下呢個戲嘅主題係點啊？啊，就係呢句咁嘅 slogan， how far， 即係佢咧叫佢記住呢樣嘢，呢個主題成日俾人投嘅，咁就做咗出嚟。咁就同埋玩個跳字啦，即係由跳舞每一格就閃唔同樣嘢，最後就去到夢想。咁最後出咗嚟，咁跟住咧，我哋又喺度同高登斯嘅同事咧。就喺度討論，即係宣傳點樣做啦，係咪有冇明星咁？你真係好難做啊！有冇乜大 budget 去做一啲宣傳？咁即係啲同事都好發揮創意咯，即係 Jane 喺度啊，即係我哋就諗一啲 Jane 就諗咗用呢啲紙條啦。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即係話即係係啦，可以同觀眾互動。有另一種同觀眾互動，大家都可以填上自己嘅嘢，又唔會好 hard sell 啊！咁即係令到成件事好 phenomenal 啊！用一個咁樣 concept 嚟去發揮啦，咁我好高興呢樣嘢真係出咗嚟好有成果，好得人睇。咁啱好又有，係咪啊？曾美喺度啊？喺度。你聽不聽懂我們說的廣東話？都聽不懂，都聽不懂，對不對？你知不知道黄武发有一句口号？口号，口号。slogan， 为了跳舞，你可以屈得几近？你明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明白吗？大概明白。大概明白什么意思？觉得？就是一个东西可以做到完成到多少？什么？是这意思吗？完成多少？就是这个有点难。对，就是我即系做，跟住开始呢套戏要做，即系普通话版啦。咁我哋要译呢一句对白嘅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呢一句真系一句好香港、好地道，我都唔知噶。但系跟住我要，当我要做另外一个语言版本嘅时候，我就知道呢句说话有几唔地道啦。因为我系冇办法将佢翻成正确普通话。亦都我哋個國語嗰個領班咧就話我唔可以呢句就唔出，因為冇人知我呢句講乜。你可以講為咗跳舞，為咗跳舞你可以犧牲多少，為咗跳舞你可以付出多少。但我都話呢廣東話都照講嘅喎，啱照講。甚至即係佢總之就最後咧就問咗好多人意見，最後咧就翻成一個相對比較接近，佢一就係為咗跳舞你能夠當拼。咁但係呢一句咧，即係我相比我。
家我喺聽到標準咧，我仍然覺得係唔係100% 講到嗰個地步。咁所以國語啊，我是普通話都要翻成，為跳舞能有多拼，你明白嗎？但是其實不完全是相同的意思，只是會有標準。其實我給他提議，譬如話可以，我就聽我你能走得多遠，佢走得多遠，但我唔得走得多遠，唔係解嘅，係距離上嘅啫，唔可以用喺精神上嘅咁樣，咁就真係咬住一日一足足咬一兩日，最後都認唔到一句啱嘅，即係普通話翻譯。咁我就知道呢一句係原來係真係好，即係好講味十足嘅一句説話咯，我唔知，但係呢個唔係我故意嘅，即係。做出嚟就係咁啊！我諗呢個翻譯任何語言去令任何語言都會發生嘅一個問題。我諗點講咧？廣東話個問普通話其實就有差異，因為普通話佢冇咗方言嗰個特色嘅，因為普通話嗰、那個誕生過程係冇方言嗰個特色。你可能轉翻廣東嗰個啊，即係嗰只，因為用翻香港嘅文化。係啊，但可能你就翻到台灣，佢哋台灣文化嗰句可能。啊！台灣又唔同喎，台灣又唔識台語嘅樣，可能諗到佢好多唔同嘅世界嚟嘅啦。我係咯，呢個每個文化都有，即係你英文咁，譬如 Tommy 跟有一句，即係話She's not here 嘛，阿花 She's not here because you guys sucks 咁樣 ，sucks 咁你點譯真係中文？你廣東話有嘅，其實有嘅，錯口嚟嘅，嚇！台灣係順米，嚇！台灣係順米。信幣得幾好喎？呢個千二信幣，但廣東話都有嘅，其實都可以嘅，就係死爆咯。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咁你喺套戲咧，你用嗰個大細鋼嚟貫穿成個故事啦。咁林飛嗰度表演好明顯有隻咁嘅蟹。啊，好啊，你睇到我睇咗兩次咯，個人睇。睇到你睇。我唔介意睇。即係問點解會用大細鋼嚟做故事咧？主角其實就因為呢套戲咧，都係關於一啲怪人，即係所以頭先有同學問陳良係咪跟住我自己嚟寫咧？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怪人，咁陳良都係呢戲入邊一個怪人。但係我覺得 Rebecca、Dave 都係個怪人。阿花相對地冇咁怪，其實咁咁，我覺得所謂即係都係圍繞啲怪。點解佢哋怪咧？點解佢哋咁柒咧？其實就係因為我覺得一啲人佢好專注地去做一啲事嘅時候，佢好專心地做一啲嘢，佢一定有自己一啲堅持，佢一定會有一啲嘢係同呢個世俗嘅潮流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呢啲嘢就會成為佢哋嘅一啲靈覺。久而久之，佢就會成為一啲靈覺。咁呢啲靈覺就係佢哋嘅，即係之所以沉嘅地方。咁而咁咪蟹大細鋼嘅蟹咧，都係好沉嘅，即係一隻咁細，即係咁細。咁我哋成日咧咁樣而諗，如果應該係大細鋼嚟到大細鋼蟹嚟到比喻，比喻呢樣嘢。雖然呢、這個你嘅沉嘅地方，正正就係、是。之所以就係你與眾不同、簡單同埋有入邊嘅個地方，咁同埋即係當你好專注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你一定會留低青春嘅傷口。我諗突然間我諗起，即係譬如我自己有彈少少吉他，咁但係你有冇見過啲彈吉他彈到出神入化人佢啲手指係點樣？如果啲女仔彈吉他係點樣？即係女仔咁中意彈，咁中意靚啦，戴指甲，哇，曬指甲啦。咁彈吉他女仔彈嗰只點樣，佢唔會留指甲，同埋佢啲手指會係咁樣，即會係全部起曬疹。或者一啲中意打網球嘅人，佢真係大細個啦，我哋真係打到大細個。佢嘅右臂即係用力揸拍嗰隻手，可能嗰個大細真係佢另外一隻手兩倍或者倍半嘅喎，真係唔靚嘅喎。或者有一啲中意健身嘅女仔、健身嘅女士。佢好專注，好中意健身。佢玩到啲肌肉好，喺佢嘅世界係美麗啦，或者佢參加比賽美麗。
但係喺可能一般嘅世俗眼光，覺得咁樣好肉酸嘅喎。其實冇話女仔，男仔有啲人都覺得好肉酸啦，即係肌肉又有肌肉。但係佢專注佢自己想做嘅嘢，你本身係咁容易即係激戰到六十腹肌，你咁容易搞出嚟嘅啫。咁更加你話大隻佬嗰啲參加比賽，你已經真係咁容易搞出嚟，佢哋真係犧牲咗好多嘢。咁呢個就係當你去咁專注做一件事，或者所謂即係你好想去做一件事，無論嗰件事係拍片，或者頭先我講嘅個例子，都一定會有啲怪嘅進出到你，會令到你有一啲唔同嘅。咁我哋當我哋見到身邊嘅人，我哋唔係好熟悉嘅一啲人嚇，我哋唔識，我身邊即係行出條街，左左右右有太多唔同嘅人啦。有啲可能喺你眼中係奇裝異服，或者有好多人眼中係你覺得佢點解咁奇怪，即係第一下識嘅時候點解佢做啲講啲咁奇怪。我哋多即係行多一步，可能佢背後係出自一啲即係一啲佢專注嘅啲故事。咁我相信咁個世界會靚啲，美麗啲咯。我交翻俾你啦。咁我頭先好似我頭先問，咪大家睇一望，係咪有人係冇舉到手？有人未睇噶，我想問。咁你哋會睇啊？我未落嘅，其實多謝大家。多謝你，因為係咯，今日啱啱好興奮咁樣，又解禁，又過一千萬咁樣樣，其實真係。係啊，我哋過咗一千萬啦。係啊，多謝你。你哋全部都係 a part of this revolution， 所以多謝你哋。Yeah， thank you。